斑马的策展主要是利用草原的隐喻跟斑马的内在那个看不见的一种本能啊，我们艺术创作非常需要那些本能的驱动。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现代艺术的形成，当时候的毕卡索他就非常的强调这个。当然在我的这个策展里面，希望每个人都有很有个性，斑马是不可替代不可被驯服的，斑马是全世界独一无二。那我希望我的学生他们的作品也独一无二，他们的个体存在也独一无二。那草原斑马代表着他们内在的一种不可被替代的根源性，那希望他们能够往内看，从他们的根源之美去把它挖掘出来。那这一次的展览，透过这个国立彰化生物文学馆林馆长的邀请，那我个人来策展，邀集了这些年轻的1997年到2003年新世代的这些年轻艺术家。他们虽然年轻，但是他们创作非常有能量，他们的作品没有局限性，他们的未来没有限制性，这是草原斑马我所隐喻的一个主题展的特征。的活动主题叫草原斑马，那斑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老师他举说，就是斑马每次都长不一样，然后每个花纹都不一样，所以他想要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色去表现这个斑马。Thank you.